小黄人出现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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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不会是被他识破了？如果识破就识破，还以为四网八荒的战神有三十六臂，谁曾想是个比折颜还风流的小白脸。走吧，再晚就要被师父发现了。小子们，我上。战神应该每天就穿个兽皮，穿兽皮，拿个大骨头的。那是野人吗？这衣服有几公斤这种？很重的。有没有六公斤？确定吗？称重。好了，我们先往后面去，大概走一点。那也都不到六公斤呢。好吧，那我他一会儿要冒热气儿吗？虎皮裤衩，对，就是要每天穿虎皮裤衩，头上拿草编点头饰，连大骨头，树棍就出去打。哎，你穿来看看，我很想看。我也是。这个，你有这个提议很好啊。酒是好酒，但别喝太多，以免恩情。对不起，师傅卡位不好。师傅怎么突然变这样？不过师傅为什么会想起给我带酒回来？因为不是你生辰吗？对，是我的生辰。师傅你太有心了，给你点个赞。出去他是牵着我出去吗？抱着吧，应该是抱着的。我抱着他，随便，你能抱就抱吧。救我！折颜的法术该不会被识破了吗？如果识破就算了，识破就算了。然后隐藏了，结婚了。走的。